啊，这包括电视台，吼、哦，这电视台毋知咧做切书切几遍啊，哇，法师你若毋去电视讲经啊，讲经啊，我嘛无爱，我感觉迄袂自在。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啊，像诶，有一个老和尚，你敢知吼？老和尚，伊就为着原来爱去电视去讲经啊，我爱着披红袈裟啊，披红袈裟，就讲经讲啊真咧，讲经诶时吼，伊爱有位置，佫袂使啉茶呢。即个吼，即个鼻腔佫袂使定腾腾叫，佫袂使呢。啊，即摆即老和尚吼，因为有小可感着爱下骨啊，下骨啊，即摆原来咧讲经讲只。迄就爱切掉呢，安尼讲六半点钟吼，为着要六半点钟，讲规礼拜还录未成呢，我去笑。你叫我安尼，那就安尼，咱就自自然然甲讲，扫也袂要紧，讲嘛袂要紧，啊，就要听听唔听你刷，无要怎样啊？啊，你就为着要去电视遐放，为着要去电视遐放，啊，就披红袈裟，啊，就点咪，啊，就未使有一点啊去看扫。唱片、啉茶拢袂使是啦，为着迄半点钟就点么样安尼热甲，转来讲煞爬袂起來。迄老先生讲安尼，落去半点钟嫌往生去啊。我讲诶无巧，你我上巧，我讲无爱去就是无爱去啦。那主持人甲讲慢啦，就为着迄个电视安尼录音录影要创啥？无必要嘛，嘿啊。啊，搁去电视，着搁按照你敢知，着搁按照伊字幕来咧讲呢，就目睭脱汤安尼。请拍开弥陀经第一页，啊，你目睭就带迄边安尼看安尼讲，才卡着安尼，望目睭零零个无解解，哇，就目睭成死人安尼啊，看遐。这电视台我解不爱去，我解不爱去。在咩遐咧？啊，袂自在，吼，咱咧讲安尼偌轻松。咱即要食要看要讲笑话嘛会使是，啊，要讲啥拢袂要紧啦。做一个电视台哈，你有一个去，我去到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你讲一句话吼，啊，真袂动感。伊就去看第四台，我规工拢哦看第四台，看真欢喜啊，真感谢。主持是有够欢喜的，哦啊，摕一红包，供养法师。我讲，我唔捌你啊。啊，红包接来，我讲好，很好，阿弥陀佛。伊讲一句，我惊一个，师傅，我规工拢看你咧放呢。我讲我怎啊闹事？我怎啊闹事？伊拢讲无了啦，是我规工拢咧看你放第四台，哎呀，后壁迄句无讲啊，师傅，我规工拢咧看你放呢，食力。好，我讲我会闹事，你也好，唔怕再看咧，讲话就唔通讲一半。这书记啊，就向土地神那里讲啦，哈，法师哥说法了，哈，讲今仔日啦，你已经皈三宝啊，哈，护法僧啊，哈，是正式的三宝弟子啦，一定要拥护佛教，为法往生，并且爱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求生西方，以后同我无关系啊。伊将这代志煞互三宝，唔通过来找我麻烦。以上事实啊，是师姐伫旧年啊来联谊会时对我咧讲的。啊，按咱国民按咱国民间咱国的民间全国各地穷乡僻壤就是讲真乡镇的所在啊，拢总有这个土地庙，信的人真多啊。按照佛教来讲，土地神应该是属于鬼道众生伊的职务就是管一方的土地啊，亲像人间的这个邻里的乡里的身份安尼啊，年满年限一到啊，照常爱去轮回啊，投胎。那难灵拄着善缘皈依三宝啊，虽然土地神并无开始要求皈依，但是但结师姐一片的好意，硬来去皈依啊。硬掠去鬼，也确实令人钦佩啦。迄是神袂讲话啦，迄个人都无一定袂。迄个人有诶，因老母硬掠因后生来呢，来硬掠来鬼呢，啊靠妈妈去，我讲是安怎？我老生唔来，我硬掠来，我讲甲送伊出去。我讲弟弟你先，我都无爱鬼，我妈妈就甲我带来。我讲好，转去。那土地公伊是较袂抗议啦，伊就吼，客气较袂要紧。
你若毋开，毋通勉勉强吼。请拍开154呀，52。新娘念佛，翻车无事啊。就是伊咧结婚啦，吼、哦，迄一天安尼做新娘。这新娘，其实人讲这新娘也是一个观念啦吼，啊，这人甲庄重嘞，啊，甲看望道，啊，掀起来讲哎呦，这新娘当然就看甲臭布去了嘛，啊，就戴上纱罩，前途茫茫，看嘞就雾雾的意思，不，你看迄网啊拢雾雾嘛，对无？世俗人哈。新娘，伊闹什么新娘，什么姑娘？世俗话安尼讲，讲家要兴，就看孝顶。厝内若要兴，就看这个孝顶，就是孝代人啊、哦，看后代的人。讲佛教，这是无例外啦。那是要佛法，要兴隆啊，所以必来青年人啊，少年人发心的学佛啊，所以咱家规定出家要40岁以下，40岁以下，所以讲少年人一旦学佛啊，佛教才有希望，才有希望，讲这是同款道理啊。最近沙粒，我是到到到20岁才会晓读讲沙粒啦，较早拢读沙落啦，沙落到了，沙落到了，啊到树那讲读做树林啦，啊，这台湾的所在吼，真奇怪，啊，咱这林木遐有一个叫做鸟松啊，不要台湾拢甲读做叫熊到了。结果不是说我在读教上，说我在读教前啊。台湾我就跟你说学问一百年了，有没有？沙粒风光火转，这可能出来都是火树的，也大几针要跟他威的不完修。成立的时候叫做甲阮学习是佛学社啦啊！哦，这个名称我爱响亮，我爱知影这个学社100多位学员呐、啊，是由2位17岁女青年呐、啊，你成立这个佛学社哦，一动搁再动，搁做动，所以啊，要成立一个佛学社是确实不简单呐、啊。尤其是你若拄着基督教的学校吼，要成立佛学社的介困难啊，所以我以前去东海大学上课啊，东海大学佛学社请我去上课，我入去到东海大学吼，我嘛感觉真惊讶，我这基督教的学校，东海大学是基督教的，一旦成立这个佛学社的，这确实是不简单的啊，他们。就是讲，互恁家己发展啊！啊，这东海大学是参成功大学才有边线，经验中的线。伊根据我咧上课安尼看，啊，行过上体育课讲穿牛仔裤，你捌听讲上体育课穿牛仔裤咧上课？迄东海大学，啊，成功大学嘛是经验中，伊去成功大学嘛教两三年。你成功大学你去，哦，公民车拢入伫个内面，你成功大学内面，拢无界限呐，迄是有够大，拢无界限呐。公民车，就定定咧搬电影，你若演讲4天，伊就3天搬电影，啊，就每个大学风气拢无够。这个所在让成立佛学社吼，这是我们无简单的因缘。所以不为典型可靠普心奋勇的组织力行啊，精神的伟大，真是令人佩服五体投地。
啊，这两位发大脾气，一个小姑娘，啊，是他个小姑娘，啊，小姑娘是啥物人的千金呢？啊，千金，这比较较无够力，啊，千金小姐，但是万金和尚，就较重淡，佮重超十倍，就出家人有较重淡薄，万金和尚，哎。原来就是现在哦，新营的团长任务任这个总务科长王耀明大弟的千金啊，就是玉清小姐。哎，这个她是玉哈，就是香气很浓的这个玉，哎，这个她是玉，而且台语我都不会晓读啊，这台语我都不会晓啊，这个油，然后。右边呢、啊，左腹右翼有个翼部啊，玉清小姐啊，那阮正话那一个，但是无共音，但是阮正还佫加一个胖。另外一位是玉清的同学，叫做金鸡小姐啊，侬好记住啦。会十二年前毕业啊，就是写一本册呀啊，甲李正良正良啊。就多的羊，啊，李正良，大姐啊，大姐啊，来到这个中营的堂厂，大声精神，教人念佛的时候，这个查某囡仔才五岁呢。十年前，这个王技师转任的台东啊，这个堂厂啊，这个王太太、王夫人啊。哦，叫做冤家冤恨啊，恨冤家恨。女士，是这位哦，这个小宅琉璃万分贤灵的这个太太啦。那来到这个台东，就甲参隔壁陈玉芳技师丁林呐，共同来建设一间的联社。也不邀请我去佚佗，但是七年前又阁转勤来到这个龙岩糖厂，哦，龙岩糖厂，这个王氏啊，抗力就是来到这个所在啊，就是对这个长官的尊称啊，啊，又在当地阁组成一个联合会啦。所以，咱就是在个精神的人，伊呐空间有够，拢会想要组一个念佛会来啊，来普度一寡啊众生。又搁再多啊，叫我去随喜啊，共同结这个法缘，做福庙啊，如此的发这个大心啊，在一清小小的心灵当中，因为听到这个正法嘛，哦，因查某囝是吧，伊就种下了这个。哎，善根，光阴如水啦，转眼之间，在三个月前有一天，就以五官端正，举止大方，亭亭，就安那讲，玉立，亭亭玉立，玉山嘛吼，连玉立，嗯，也是个。查某学生来到这个联社联谊会，叫一声看地叔哥啊！哇，迄个时我一时也想袂起的是虾米人，伊才讲啊，我就是新娘堂厂王太太走囝啦。哦，伊因为希望学校啊成立一个研究会的社团啊，爱我甲帮忙啊。原来伊现在正是咧求托啊，学风光何转啊咧？我听了这款消息了，哇，就真欢喜，马上就为伊介绍这个中兴大学。那中兴大学，台中啊，还有这台北的分校，哎，台中还有台北，中兴大学有两个，啊，中兴大学我都去上过课啊，北部那个也去讲过，中部的也去上过课，哎，专台湾性，嘟嘟嘟嘟嘟干哪，哎。静怡文理学院无去，剩下差不多逐间拢去个啊。那中兴大学智海学士的归位同学，
指导因哦，要安怎成立学生应该办的代志？哦，要成立这个学社无简单。哎，像我即马华联接这个佛兴寺，吉安乡这个佛兴寺，我即几工因拢咧找这个场地，找这个场地准备要演讲。不，照讲今仔日是爱宣布的，你知道？本来是讲要点咩？花莲农校要上课，第二了我一定会去遐讲一摆经啊。本来是外口拢无答应，但是我有甲伊讲，那复兴师有接成的，开始四年以来拢无出去外口演讲。我因为你有这间道场的姻缘，我会阁出来啊，再多出山。欸我即卖华人即卖哦，大家拢乌沙沙咯，为开始咧筹备吼，哎，阮即卖二十七，阮三十位法师要过去开会，拢坐飞机，阁二十位工作人员，啊，佛兴寺已经接上了，所以即个华人的长年累月一直要去弘法，这就是唯一的条件就是安尼，啊，这边成立一个弘法护法会，啊是。我这个佛兴寺的弘法护法会，要么是爱安尼从头再来，这确实代志真多，代志真多。哎，所以这几天哦，这个月敢那长途电话钱就算几落万啊，未算一落，一见讲就半点钟，见讲就半点钟。哎，所以要成就一桩事业呀，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但是好奇心爱我问伊呀。哦，讲像你这款年龄，就遐尼发心，你可知影学佛念佛的好处吗？义清就回答我讲，我捌亲见两摆念佛的感应，啊，伊捌拄着两摆感应。伊经常看到菩提树月龛，我就想，啊，那么得到现实人生的美满，甲内心会当离苦得乐，就一定爱学佛念佛。你若无学佛念佛，做总统就无效。我即马毋是讲诽谤总统，毋是安尼。你像咱今仔日严家淦总统，伊出状啊，伊在闹，长脑筋啊，倒伫眠床几落年，我看了七八年有。严家淦总统啊，倒伫遐，即马就九十几岁的王星，王星伊即马就去啊。怀恩堂了，就是过来就出状哦，安尼出来，我都爱开刀安尼啊，我们今天全国都降半旗，这个总统就是不上大个咯，要上大安尼不好，艰苦。啊，咱人真奇怪，咱这个人众生吼，伊，即互你感觉真不可思议的是讲，伊为什么伊袂讲哦？伊明明知影，咱众生每一个人明知影有一天会死呢。身躯所有钱，拢毋是咱的呢。死了，人就为面前拖落来，就像咧拖沙鱼安尼，放伫客厅呢。连迄张要倒，嘛毋互你倒呢。就迄块房呢，咱真清楚呢。但是咱拢了解无常的人，可是袂讲哦，袂讲哦。你讲哦，那在这嘴里头也没戏，知道？你明明知道要死，那你在争什么？我们在争什么？你本来你冷静修想看嘛，讲我们在斗争是为什么要斗争？啊，咱今天你牛人，成就咱的能力，好，咱今天互人欺负，完成咱的清净啊，这是一好代志的物件。好，伊甲咱欺负，甲咱消灾，甲咱骂，哦，甲咱替咱消灾解厄啊！啊，无当作讲我欠你的，即会当成就咱的道业啊。但是咱人无这个无常的观念，所以拼袂过，伊无本性的功夫，伊袂当伫个无常化的空性内面发挥真正本性的功夫，所以伊就逐工伫遐颠颠倒倒。所以传统里面讲。善用心者清清楚楚，不善用心者就颠颠倒倒。因为用本性做代志就清清楚楚啊，你无所得嘛，无所住嘛，你要回烦恼，伊嘛烦恼袂起啊，吼、哦，伊绝对袂去讲讲啊，你来互我痛苦，伊就袂安尼，伊定来回讲，反正我的功夫无够，唔是你互我痛苦，是我的功夫无够，安尼。
那善用心，伊就清清楚楚嘛。啊，你不善用心，就颠颠倒倒，看到迄样就着迄样。哎、欸，伊目伊就明明知影呢。在做水，我才问你讲，你倒一个唔免死，哎，爱死。哎、欸，这是明明知影爱死，你为什么这么执着？那斤斤计较？啊，你主持人计较较紧嘛？你着啥？你着啥物？哦，啊，较早老师甲咱解考试卷，哦，甲咱。该差两分、三分，这张考试卷就提起参老师计较了。啊，老师我这条丢恁来甲拍唔对吼，斤斤计较，佫无欢喜啊。吼，啊，从小吼，那看到一较贤读册，也是讲别人较贤，也是较好个，内心的不舒服。吼，别人的表现就变成我们的负担，别人的优点就变成我们的怎么样啊？障碍啊！把一切的境界都拿来阻扰自己，去完成一个觉性的佛道。共勉众生就是在你可怜、啊、他很清楚人会死，人会生老病死、啊、他就是怎么样都打死他，他就是不觉悟，公子义都不会看好，都不法度、哦啊、叫放下都不法度、哎、放下都不法度、哎、男女的感情看不开，金钱看不开，所以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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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这个回来、哦、我的孙不知道接不也是哎哎哎，这个一个这样念佛才是奇怪，看再来打佛就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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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一挂挂着背包匆匆安尼念了就拼转去。我讲菩萨，阿、啊、你是咧拼啥？我阮家佛祖也未点名，我未拜啊。我讲我请嘛是佛祖，无阮家佛祖我爱拜。我讲阿恁家佛祖啥？阿弥陀，阿阮家咧嘛阿弥陀。哎，恁老两仙，阿恁仙甲阮这仙毋是同款，一直赶赶紧紧要拼转去呢。你是因遐佛甲阮这佛无同啊？你家己看，伊是众生是无法度，拜佛的人看我，我偌骨气，对吧？就是所以说，咱人呢无迄个智慧，你安怎甲苦恨，一直是真执着的物件，一直拼袂开，就是拼袂开，拍迄个肝吼死个二三十个人，人讲一颗拍二四个人唔了，伊个骨头的思想拍三十六个，哎，所以人咧讲，开悟的人就四两破千斤，开大彻大悟的人，你什么代志搞代替哪一个人的心，根本就无代志，对吧？啊，师父，我跟你报告，你世间真重要代志，我讲这世间无重要代志，上重要代志就是死命。你啊，敲电话，较紧的，你叫慧法师听电话啦，较紧的啦，一直都真紧张，所以没有邪火，但有邪火。这是不一样，就是必须要学佛念佛。我的经验，总统也不好，赶快呐，就是这么样子嘛。也活了九十几岁，还不是一个躯壳啊。他在科学家哦，化学科学家将咱的尸体给伊灰化哦，啊给烧烧的哦，啊骨头给伊分析起来，嗯，对啊，给他两块半尔。做肥料就去压哦，就去压菜多两块半。两块八，咱这个死人啊，这尸体都啊，价值两块八做肥料。就是一支猪咧，咱来讲去光华路切一盘猪头饼，凊彩切嘛四五十，咱规身躯安烧起，价值两块八，你无够一支猪咧的钱，你这猪头皮凊彩切嘛四五十，你讲你咧偌价值啊？无影，烧起咧无半项。你宁静修行观，你争什么？你在追什么？对，为什么你不冷静想想看，这是什么的人生？为什么不觉悟呢？啊，那边啊，讲我一问伊咯，你所见到的两摆感应，会使讲我听看卖咧无？这疫情就讲咯，讲阮乡亲啊，伫个龙岩同亲的时阵，设了一个小小的莲花灯，莲友啊。早暗的课上拢是无间断，无间断。当时有一位名叫做阿友的莲友，年是二十啊，迄天正是伊出家的时阵呐。但是透早照常来到佛堂参加早课念佛啊，无间断呐。都一个迄个安尼讲，今仔日你隔暗伊要来。当堂参加精进佛七，来调查看嘛。你过结佛七了，随便结婚的，请你举手嘞。无啦，伊就袂，无因人就无啥啥啦。伊是啥物？
你得赶紧要来吼，要来吼做人咯啊！你这个赶紧要念佛，哪有可能爱这无简单呢？看到这，我实真感动啊！你要做新娘啊，安尼安尼过来念佛，这实在真感动，确实无简单，爱有路啊！就是你讲要来来奉做母仪啊，要过来念佛啊，无可能啊！我功课做了，才去打扮新娘呢。打扮新娘就是真感动。那打扮唔着像观世音嘛呢？有的女将安尼画啊，这样呀，远远看还阁袂歹，近看哦，实在真吃力。像顶摆安尼讲，有一个安尼穿迄个无讲介庄严的来咱。来咱这个流通处遐，你讲怎知胃内面甲外口拢外通风的呢？我讲啊，这伊我是无看到，我着业障深重，看袂到迄种。因咧店面看到，哇，一整只来实在有影，胃后壁看拢零零啊。哎，怎么我见看安尼五六十？所以讲我这。真不适合啦！啊，你佮安怎装也是同款安尼啦，差不多啦。了就随着进来，迎出来新郎啊，吼、哦，新郎媒人，哈、哦，媒人，连司机四人啊，合坐一列只计程车。原来这阿友啊是嫁予摊主国校的一位老师啦，啊，摊主是方圆的边啊。阮几十位连友啊，送给。也坐了啊，一只交通车来到潭子去，大家拢真欢喜。这结婚不是唱结婚快乐，祝你结婚快乐，唱啥唱落香赞，这是真严重。你啊，唔知啊人吼，平时咧上当咧。你讲唱落香赞，结婚唱落香赞，你也唔捌听过，这是机卡的，唔捌一路唱的落香赞。这是不可说的。后摆咱啊，咱早间要嫁哦，老母若拜婚哦，去规路手路向前去，去到亲家那边就向逛当啊。因为人那边也唔知讲你在唱些啥物啊，对吧？就歹听咧安尼，那也遐慢着啊。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晚年咯。哦，迄天正是啊，对，节日啊，但是这个天公不作美，落了这个蒙蒙啊雨，落了雨哦。车来到园林农校附近啊，因为落雨落个骨嘛，迄、那个新娘突然间冰了一个，车个卡车链啊，卡车链四链啊，向天啊，倒伫路边。阮后壁交通车顶的连友啊，即看到大惊失色啊，但是一转瞬间啊，新郎、新娘、司机，这个媒人，由这个车门一个弄出来，你看我，我看你，唱罗香赞，讲这个是无量，那无唱罗香赞，可能死咯。啊，祝福哦，海会释亚文呐、啊，阮今日是要结婚嘛。哦，罗香赞啊，祝福海会释亚文呐、啊，阮今日是要结婚，所以祝福龙山要结婚啊，甲保庇者。后摆就来设一个吼，结婚的仪式。上车甲查看卖四个人，一点仔伤都无，真是不可思议。哦，连这个车门关顶玻璃也无破个一地，惊人啊！这实在真感应啊！可是迄个新牛车，四辆啊，冰景天啊，你要安怎呢？突然间来了几位农夫啊，哦，做田的人就真粗咯，啊，就真乌个真勇啊，哈、哦，为遐经过，遐做田人每一个人拢举一支扁担，举一支扁担，就主动啊，来甲伊帮忙，将这个新牛车并起来，经过司机详细佫甲检查看卖，车一点仔损害都无。新娘、新郎做这个媒人，照常坐倒转来，完成平平安安的上来到潭子啊，新娘的家中，大家拢祝福新娘啊，当有幸福啊，新娘就讲啊，我坐伫车顶，我心内一直想念着佛啦，所以可见这个新娘啊，
这精神的佛的地主啊。那修就是讲，那一直修的要念佛，那未修来要来剃头，起码是不可思议，是故意的修。哎，阿那达瓦是故意的修，起码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啦。你可以来一心念佛，应该来做比丘尼，那做那做心灵啊。以前有个讲咯，这是伊亲眼见到，因为我甲妈妈也参加一摆上界的行列啦。这以前讲到这个所在，我就问伊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是安怎感应呢？以前有个讲咯，我现在啊，阮家的附近啊有一座寺庙，阮妈妈定来去拜佛啦。哎，一个讲信佛啦。哎，好处互人听哦，咱若敢若有缘，咱来讲一寡信佛的好处。并且摕着这个《菩提树》啊，这是一本杂志啊，《菩提树》杂志社啊所发行的啊，《菩提树》就是一本杂志啊。哎，去互因大家看哦，看人念阿弥陀佛，那么其中有几位老阿伯啊。听了真有道理，念佛真好，所以不但家己虔诚的念佛，哎，还佫更厝的人一路念佛，哎，这伊有一位孙女啊，孙女啊，才16岁，受了祖妈，买袂使读祖妈，即个呢，祖母的阿妈啊，有这个道德，所以啊，这个熏习啊，熏习，也真虔诚的念佛啦。有现金哈，啊！这个查某囡仔，去年啊，读女中初二，有一天透早，伊骑着只脚踏车来上课的时候，拄啊要过掉，真爱叫迄个查某囡仔头前后壁看看咧，哎，敢那一台电动车过尔，伊就安心啊，骑着这个啊脚踏车咧过，无以后讲头前啊，哦，速度真紧，这个风驰电掣啊，就形容速度很快，像。台风啊，打闪电一样的，驰就是奔跑，掣就是拉扯的意思。拉扯就是有一个长度，所以说风驰是速度很快，像闪电一样的，一闪就过去了。啊，这个风驰电掣啊，一般有人来到哎，那么大卡车哦，像那个。打雷电一样那么快，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来这个万分危机啊！这个地球当中啊，进也进不得退，也袂当退啊！伊去哦，两只车夹在中，真是死在眼前啊！一刹那，幸好平时念佛，都做啊好，啊！拄拄啊好，幸好平常时啊吼念佛，马上想起这个佛号，伊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哎，像我们打佛七的，大家拢真大声的念佛，啊，念的让他习惯了，随时20-10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吼。所以这个时阵也靠大车，已经叫大卡车，安尼哦，哪一家呢，拢吹去啊。你靠大车拄着大卡车咧，大家你嘛用过，人也比卡车安尼拖几十公尺才停。当时啊，亲目睭看到这惨状的人啊，以为讲啊，歹咯，这个查某囡仔已经浑身碎骨，一定无命。哎，无有讲车，突然间停的时阵，这个查某囡仔翻身搁站起来，详细甲看卖，不但啊无断脚断手，连血。都无一滴都无流，干那这个手小块擦伤，破一点点而已。你讲讲，眼皮看我感应，我较早嘛是真感应，较早有一摆去参公遐，阮同学庄亚山徛着，我都买十块大，我还好，这个记啊真清楚，也是迄阵啊，就读大学的时阵，人就讲哦，拜佛真好，念佛真好，俺不感应啊，就。山顶骑车去，啊去啊老和尚顶哩个参公顶哩，啊顶哩桥都买得热啊，呜呜呜！我想讲，
拜佛讲观世音菩萨真感应，啊，你感应嘛无，你万不看到啥呀？我这认真认真念佛，要不我就甲观世音菩萨讲，嗯，啊，你若讲真正真感应无，你嘛给我并请。你才要相信，嗯，啊，这才是咧讲念倒来，哇，真正舒服达，哇，错在那并请，真正随时并咧，迄无到一分钟，迄随时并请，规条耳朵，噗，安尼。拖拖到这规个手拢拖扯伤、扯伤，啊！为着要求感应嘛，发生一摆车，哦，真正随时都并车，啊！这并车去，这位置并啊，并去到迄边，啊，都佫差无外远，都会坎坎吼，伊个水里啊，路拢真夹嘛，吼，你安尼，哇！你一直并去安尼，并去个所在，哦，阮两个踮个遐，脚撑出来，手撑出来，安踮个遐，哦，我袂活啦，这腿甲安尼，嘿。啊，这个啊，一出奇怪啊！即马来，诶，佫无一分钟，一只乌头啊车来，乌头啊车，诶，门安尼开开，哦，开开，摕药啊出来，诶，恁两位弟弟有穿大学服嘛？哈，啊，恁年轻人哦，哇啊，啊那切个安尼来，我看卖咧，哇，诶，随身携带骨嘟嘟药啊，啊，诶，即马来。我这摆发袂发啦，嘛天气真冷，迄阵啊冬天，哦天气真冷啊，无几无久袂发啦，嘿，哇，我即摆就讲，讲关键无是念这真感应，这感应也无敢，甲念看嘛，无感应也会发，我关键无是你若有影感应，我都甲发看会发袂安尼，我都即声来刊登到台顶都昏去咯啊，出去台佫看袂叮当，佫叮当，诶念，诶佫会发。过发，我即心肝就真提起讲，即拍定无影，即就拄啊巧合要发，拄啊念力拄发，即你莫假骗。嗯，啊，我即想讲，嗯，啊，若无去冰下一摆嘛，才算有感应啊，无我就唔相信。啊，就讲，哎呀，唔通唔通，你个冰下万两去冰死也袂活咯。唔通，两摆感应安就好啊。啊，就心肝，人一开始用信佛的提起嘛。会提起嘛？乌白法官冰车，哎，真正冰车好，比以前会较紧的对啊。真正冰车，啊，所以迄摆真正去惊着。啊，这感观世菩萨嘛是参我真有缘吼，要去感应哦。嗯，哎，谁感应？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啊，就一点都不打妄语啊。啊，所以讲这个菩萨到一直到今天来讲，师父深信不疑的，事实上就是确确实实是真正哦，很感应的一尊菩萨啊、哦。以上这段故事啦，哈、哦，这段书籍啦，会使讲是奇迹啦。啊，念佛啦，会当安尼消灾来免疫啊，大事化小事，啊，小事的化无啊，真是不可思议。有真侪人讲信佛拜拜就好嘛，何必要念佛呢？这个话的毛病真大，爱知影佛法是心法呢。哦，咱佛法是心法呢，一万法是为心。我、心中来念佛，心就清净。我因为心有佛嘛，啊，那所以讲真正的那真正拜佛念佛的人，心佫偌歹吼。也就比世间人好太济咯啦，那是真正的合佛的人吼。你来讲哦，挂羊头卖狗肉，哦，是用拜佛的讲欺骗，当然是另当别论啦，啊，里外不一啦。你来讲真真正正是一个有心有佛的人啦，那一定慈悲喜舍的。虽然伊还够无明看点，不过也就比善良的比世间人好真济啊。好真济啊，对不？算是安尼，哈、啊。比如讲，啊，咱台湾人出去到日本，啊，去还是讲去到倒一国，啊，去住好铁路，嗯，那住好铁路才住大，迄好铁路若去检查，逐项拢也有检。那台湾人去住，伊就无欢迎台湾人啊。啊，即马最近可能较袂啊。啊，今仔日电视嘛咧报，印尼一堆即个或者。旅行团去，旅行团去，一个查甫挂落嘞，你敢知？一个查甫挂落嘞，落嘞去说，
诶，罗勒一粒20几万，诶，即马去有印尼诶人看到，印尼诶遐诶人看到，诶，即马伊就知影讲，即团内面有一个好野人，诶，即马安怎你敢知？伊就先去美诶女社内面，所以参女社可能拢有共同好，你敢知？吼、哦，伊先去美诶女社内面，看伊住伫第几号房，诶，即马去是伊要甲抢伊粒票啊，伊无爱互伊，倒安尼就堵落去诶，就堵着三刀。巴肚一道，心脏搁一道，面搁挂一道，很死，很死，啊！啊，欢欢喜喜，十几个一团啊，咧要出国旅游啊，啊，去到印尼，啊，印尼迄个所在，啊，印尼的回教的国家啦，吼、哦，那华人还是不少啦，吼、哦，哎、欸，可惜，真可惜，啊，啊，搁唔是，哎，即卖伊一个，查某囝是因太太安尼，你看到，你去甲。甲背后开个先生，佮继续杀掉重伤，规家迄个死一个两个重伤，即马佮咧急救个，啊，那连续报个真大，啊，出国，哎、啊，所以讲，伊甲咱警告讲，哎，叫咱若要出国旅游个人，吼、哦，旅游个人爱较注意。我问你咧，你讲这哪有效？你外口做，你要安怎注意？你要安怎注意？所以。那咱遮个信徒，我甲你苦劝，恁若讲标啊挂了真好个，吼、哦，还是破链挂了真好个，吼、哦，破链挂了真好个，吼、哦，你阵若有真贵重个物件，这是师父甲你拜托，你出门上好卖挂迄款物件，上好卖挂迄款物件。虽然讲迄是代表身份，但是惹上杀身之祸。世间上富有个人，就是低俗个人。唔是上界借钱的人，一借钱也袂晓运用，只是作孽尔。就心中若有佛，伊24点钟拢知足，24点钟拢知足。哈，学佛的人，伊真解脱，你敢知影？哎，有一摆吼，啊，我咧挂大家赛车吼，开车，赛车，吼，啊，赛红灯，动起来，一个咧赛山瓦车吼，你敢知？迄公园迄人哦。少年人啊，开款车实在是真阿弥陀佛，咱咧停红灯停咧迄个时阵，哎、硬咧挤去，你敢知影？硬咧挤去，即马伊哇来，就为我诶即个屁股安尼后壁砰挤落去，安尼，即马啊，伫个甲我平行诶迄只车，因为我伫左边，伊伫右边嘛吼，啊，迄个有看到迄只车甲我撞着啊，啊，迄一直甲我讲，啊，你诶脚掌去互撞着咯，你诶脚掌去互撞着咯，我拢点点安尼。伊甲隔壁讲，讲那这人有问题，那我甲我卡算强整着，连看都无看。你我是哪想安怎想？你敢知？我想讲，卡算整着就整着，注射就好。哦，也你如果甲伊理论咱出家人，伊若要叫伊赔，可能就搁点么无归无故啦，就怪无归无。一万伊若诈枪还是诈刀，你甲伊点么遐加讲话？你若为着这小赔，怎个乎你开10万块？我咧开一万来修理好，对唔？吼、哦，是无啊，佫无遐严重诶，就劈一个安尼，我知影讲无真严重啊，但是我那无轻啦，吼、哦、啊对啊，我连落来佮理论都无，啊连看我嘛不爱佮看，啊就钱着就钱着啊，啊就事无碍衰，事生衰，哎、欸、你也无法度啊，因为咱有学佛，吼、哦，咱知影讲。咱的性命重要，因为即卖人哦，你若出来落来跟理论，伊两句话伊就要让你死哦，伊穿到压起来呀，倒到压起来，对不？啊，所以啊，咱是一个哦，护这个千百万众生的，这个众生的慧命的一个法师，哪里讲参一个众生，这点样咧计较这一万块，我若真正车去弄到，我咪讲啊，大师注意，恁甲我到处讲好，你一定话好个，啥个？唔好一定好个，而且输的性命较重要，对，输的性命，我爱过我的性命。因为我的任务重大，哦，因为这佛教需要骨力，一旦那个多众生一个真济，啊，你怎么参与呢？吼，啊，弄精掉就精掉，迄个一直吼，迄个一直加讲我卡通叫精掉咯，安尼正水我正不满呢，连我神经病，因好意加讲，安尼一直加比，佮连看都无佮看，安尼啦，我佮比，我卡通精掉都无讲啊，你敢来看我，啊，唔是精掉你，敢来替我烦恼呢？哎，学佛甲无学佛的观念就无同，那你听有无？你这就是不一样。哦，啊，不，你别按照你另外个只大声声啊！你敢都卡
这个你们大鬼啊，不是他，而且出给人，你们怎么样？该大岁这样子咩？对不？不通啊。所以讲，我们大书一主连就画修书，哦，啊，修书主连就画帛书。我们有邪火，我们知道如何解脱。哦，啊，不能塞车，哦，啊，看到薄本两个啦，塞较大只车，咱就扭扭，咱塞较扁，咱较细只嘛，扭扭，啊，扭，哎呀，哎呀，就可以赢。所以讲，终身让步，不失尺寸。啊、哦！你一世人拢让人，我拢让你，啊，互你欺负啊！我吃一切亏，歹互我来，啊好，互你。我讲今仔日遐啦，弄着乌道哟，啊袂得啦。代志就真大哦，伫路边就小拍就小台啊，正经诶。我甲你讲，我有一工去银行，拍开一个报纸，你敢知？拍开一张报纸，我咧看，我看一件一个，为着1000块，是1000块尔呢？1000块呢 ？$1,000。安尼结束伊个生命，即代志就是安尼发生。有一个无赖汉，有一个无赖汉啦吼，伊来到一个无熟识引导，无熟识啊，即、这个无熟识引导伊是做老师，体育老师，体育个老师，啊，伊练过跆拳道，练过跆拳道。啊，即、这个无赖汉来到一个所在，伊甲伊讲，伊当时无拢无牙刀啊，啊都是烫伫身躯，拢无歹伊就对啦。啊，伊讲，哎，少年嘞，我巴肚枵。我无钱，你1000块给我，你1000块给我就好，哦，1000块给我，那呢？啊，伊讲，那迄一老师伊是讲有练跆拳嘛，对吧？吼、哦，练跆拳，嘿，伊讲我1000块那就给你，哦，啊，两个公家伫咧争执的时阵，吼、哦，安尼，啊，因太太过来甲扭开，你敢知影？因太太过来甲扭开，讲啊，算了算了，你若唔好人就，吼、哦。都卖嘛，哎，都啊，对不起，安尼，啊，那个扭，因太太个扭走啊，个扭走，啊，这个老师因伊学对，就是跆拳道，你敢知？伊认为伊足能力个呀，伊是讲啊，这拳，哦，伊就保护自己安尼啦，啊，伊唔知身躯扎刀啊，伊唔知身躯扎刀啦，哦，哎，为着要讨1000块，啊，即摆伊去的时候，伊个因太太个拖开，伊个生气，个冲去的时候，哎，伊刀安尼为巴肚边扭起来，堵落去，一刀。毙命！一刀是插的血淌很细，1000块，为着1000块，较早一日到为着10万块，啊！因老母甲卖去记录好，为着10万块，迄个佫较简单呢，而且为着1000块，为着1000块，啊！所以讲，咱有时啊，你来看嘛，如果讲咱来吃亏这1000块，真正好一点。你今日无这款代志，所以这个少年人查甫就像铺钱啊，有去跆拳道啊，哦，啊你有武功啊，这我讲世间上勇的人，就是会当忍让的人，上高的人，啊，处处都退让，处处都和人赢，啊，处处都让人，安尼，哎，1000块尔，拜关也是尔，因为你个小想看嘛，安尼有可惜无？因此，事安尼塞车，吼、哦、啊塞车啊，因为我的心路跟人无同嘛，吼啊啊，这种整着，我连看都免甲看。哎、欸，我整着人吼，我都爱共背啊。哦，顶摆偌好咧，我伫中华路，嘛是拄着好人，你敢知影？拄着好，伫中华路，嗯，拄着中华路，伫中华路的时候，啊头前迄个吼，迄个唔知咧从啥，塞车可能咧困咧款，啊，上紧急头前迄个撞着，上拢落去咧，唔是我唔对咧，哦。哎、欸，我就因为用一动起来，我紧张啊！我原来紧张啊，听起来紧张啊！哦，要紧张啊！对吧？哈、哦，哎、欸，结果紧张起来紧张，砰！起来紧张啊！啊，迄、那个计程车司机啊，落来啊！啊，后壁灯迄种破去，啊，计程车啊，啊，我一爱落来刚下死，虽然伊唔对啊，伊紧急刹车，我刚紧张啊！啊！哎，我落来，我看啊，太衰啊！我拄仔要提钱吼，我啊无我赔你安尼。伊讲啊，出家人啊，出家人无钱，唔免啦，出家人无钱。啊，伊唔知我有钱还是无钱。出家人无钱唔免啦。哎嘛，拄着好人对。哎，伊若讲要赔，我就照常赔伊啊，对不？马上就赔伊啊。但是能够哦，保护我们的生命啊，化解一切纷争，所以咱念佛的人就是有一个好处哦，会晓进。啊，也要退，啊，也要退量，啊，也要体谅众生，啊，咱才袂惹上杀身之祸。处处拢让人，哎，心咱就清净嘛。有人讲，心若不念佛，便念五欲六尘啦，心就污染啦。心若不净，要安怎感应呢？真正
一滴啊啊，流水啊，水都臭狗啊水，安尼流啊，安尼流啊，啊，那里面呢，照现了水面的景物，甲天上的明月呢，天上的明月呢，吼，因为只要一丁清，自然水面的景啊，水面的景，甲天顶的月，拢是清清楚楚现出来嘛，这就是感应的道理嘛。感应的道理嘛，思甲理是同款啊，所以爱有感应，一定要多念佛号啊。五十三，我杀生啊，啊、哦，爱得到地命之报啊，杀生、啊。我古早人伫咧讲啊，讲心会当作业啊，心会当专业啊。咱的心发挥的力量实在是真大，咱的心发挥的力量实在是真大。哦，业是由心造啊，业是随心而转啊，业是随心而转啊。哎，这一定的道理就对。有时啊，随时好，一念伊就歹，哦，念伊就歹，安尼哈。啊，听着几句话，实在若无听着，就无法烦恼；啊，听着哦，就站袂住，烦烦恼恼。所以拢是咱这个心的作用。讲这几句话念起来是真简单啦，讲起来就是无简单啦。我心要按怎作业呢？心又搁要按怎来专业呢？啊，而且佮下面的事实啊、规则用足来说明啊。啊！伫旧年二月中旬，有一位城中念佛班的同修啊，名叫做宽金师弟啊，啊，住伫个即个本市，本市就是大中市啦，啊，因为写这本册的人是住伫大中市嘛，啊，本市就是大中市，五百街啊，六十八岁，有一天伊来联谊会，就对我讲咯，哎，即马就。你讲我咯，人生在世，要未学过的时阵，未学颠倒，那确实未学真正颠倒。啊，我真庆幸讲，哎，现在的这个大学里面有设这个佛学社团，佛学社团，哦，啊，刚才说了，咱这个全国的这些法师啊，拢总伫咧弘法啊，立身啊，啊，啊，咱这个佛教里面。足侪拢真了不起，吼、哦！反正像慈济啦、啊大师啦，吼、哦、啊，是咱中国佛教会的高僧大德啦，吼、哦，大家拢伫咧弘法，啊，搁这年轻这一辈的，吼、哦，大家拢咧弘法，大家拢咧弘法，啊，即马搁第四代，搁拢咧放咱的录音带、录音带，吼、哦，这个不简单，不简单。所以讲，我们整个佛教啊，靠了诸山长老啊、诸位长老，安尼大家合作。你去比基尼，而且在在家技术安尼，哎，所以佛法即马真普遍啦。二十年前佛法就无普遍，啊，所以要未学会的时候，那就未迄个颠倒啊。事实就是安尼，时常自追的作业，但是却唔知起心动念，规工自追业。自从念佛法了呢，才知影讲业由心造，业随心而转，这个道理啊。我就问伊啊，啊，你按怎才觉悟到这两句呢？深深微妙的道理呢？这观音师姐啊，伊就讲起伊二十年前啊，住伫个故乡啊，五七就住伫大中港遐附近吼，的故事，讲伊有三个查甫的啦，啊，迄一年排第二的这个查甫囡仔已经是二十岁，就是第二个囡仔二十岁啦。有一天透早，这个老弟出发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就哦真欢喜啊，啊笑啊，就捧一尾鱼啊，一条鱼啊，一条就哇跳条红鱼啊，红鱼是啥我就唔知啦哈，大约一尺长啊，哦，就欢欢喜喜地向我咧讲讲妈妈，这只鱼啊，我伫浅水沟遐掠起来。赶紧煮这个金丝啊，给我吃吧！啊，这
你过去都无合乎大家嘛食安尼，都是你无食过，我都唔相信。啊，除非啊，因老爸老母是合乎的人，啊，若无大家嘛食安尼。凡夫的习气，因为食活跳跳的动物啦，即叫做有口福啊，也唔知一失足，成千千古恨啦。这老李自从食到迄条活鱼了，迄一天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就看见一个大概十七八岁穿红衫的小姑娘就来了，向第二个求婚安尼讲啊，讲你已经答应了我的亲事啊，我要参你结婚咯。哎，伊要参你结婚，啊，要结婚就爱死啊，哎，要结婚就死啊。除此了，迄个女魂啊，啊，迄个女魂本来是附伫迄只鱼仔关顶，即摆迄只鱼仔甲食了，就等于讲答应伊的婚事咯。你除此了，啊，迄个女魂啊，每暗拢来哥哥边。哎，迄个时阵可能无炸咱的作轮，那炸咱的作轮吼，可能就较袂吼、哦。所以我今日出国啊，是讲去倒一日啊，吼、哦、困、休息拢爱炸这个作轮，有时啊行无够啦，爱炸两派。哎，双层效果。哎，今日暗时啊在困啊，咧过过天叫后较紧啊。啊，这老李啊，我食只鱼啊了，就一病不起咯。中西医的束手无策呐、啊，